那我这样吧，我看这儿有西红柿，我给你们做个西红柿炒鸡蛋，怎么样？还有呢？还有，咱们吃那么多菜干嘛呢？咱们就一个西红柿炒鸡蛋。不行，太少了。这你在邓老师这过不去，光一个西红柿炒鸡蛋可是不行。我这有牛肉。我知道，土豆炖牛肉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。但是那要炖很久啊。不行就算了，无所谓的。现在就炖上呗，什么时候熟什么时候吃吧。我给你们做一个土豆丝怎么样？你别对付我们。哎，这还对付啊？这都三个菜了，大哥。哎呦，哎呦，Hello，琴琴，蒋老师，你看哈你们家陈老师，Hello，我正在做饭给他们家，快点快点，你看这是我们的厨房，我们在厨房里的，陈老师准备去给我们做饭呢。蒋老师，我肯定吃不下去，是不是啊？养只猴都不行，你看啊。就三个菜，他们都不满意。我天哪，要怎么样呢？他说他只做一个菜就行了。这是土豆丝啊，那些。哦，是，说了的。哎，说了的，土豆丝，说牛肉来炒土豆丝。永远的土豆丝。哦，可以，反正我没吃过，我觉得还可以。亲爱的，我完全听不到你说话，我们在山里头啊。哦，那你信号不好啊。OK， 就这样吧，我们要做饭了，再见，拜拜。好吧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咱们分工一下好吗？不，别，我今儿就让你来。有人剥夺了你的这个做饭的权利和你这个生活的权利，我今儿不干了。你坐在那边一个人多无聊啊！我没有，我看会儿手机。陈老师，你今天就让陈老师给你走。行吧，那你去吧。哎呦喂，终于可以歇歇了啊！哎呀，我张老师每天就在这儿洗碗，对吗？对啊，现在已经最近就开始耍赖了，不洗了。但是我很喜欢洗碗，我觉得洗碗的时候我特别放松，真的。我们现在要做卫生，你要愿意做你就，反正我现在不做。我要在我愿意干的时候我才干，我现在就是被迫的。所以我就不愉快。嗯，我觉得洗碗的时候我特别放松，琴琴必须走开，这儿不能有人，就我一个人。来，你来切。陈老师，请。哇，这个洋葱还真是。哇，这不好切呀。切土豆丝儿。你这个叫应该叫土豆条吧？不是，我这个它薄啊，问题是。把陈俊涵叫过来一块吃饭呗。好啊。嗯，现在联系他吗？他们过来把饭一做，我们就吃了。好嘞。哎，
喂 ，Hello， 徐导，老师你好。陈建斌啊，陈老师来了。哎，建斌老师又来了。啊？喂。哎，老师你好。哎哎，你好你好，我们就是想叫你们过来吃饭。好，但我们也正在煮。那可以这样，你们一会儿把那个做好的饭一块拿过来，然后我们就一块在这边吃。我们现在也在坐着，好不好 ？OK。OK， 那我们一会儿见。你们做好了，你就过来就行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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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儿见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郭老师打的，然后主要是因为那个紫薇他爹又来了。嗯，真的假的？OK， 那走啊。那青菜带过去煮好了，然后这个虾，我带过去。他们把菜带过来是吧？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，做好以后拿过来。好啊好啊，那我们就可以少做点菜了。对嘛，我就说嘛，这是油啊。啊，对对对。放点盐，还是要放点盐，在油里放点盐，哦，这样油就不会爆炸。做吧，我不管你，你按照你的习惯做。要放点盐。我做的是另外一种，根本就不是你们说的那种。西红柿让它咕嘟熟了就行。哎呀，轰呐！我觉得你要放点盐。我做的是另外一种，我做的是另外一种。他们家好干净的，我们家好像战场。来来来来来，嘿嘿嘿！哎呀呀，还提了这么大个篮子！哎，你皇上，天哪，你们怎么认识那么多皇上？对，这么太多皇上了，认不得。张老师给你带了一个甜品，我自己做的，反正就是养颜美容的，我自己做，好补。你们做的是什么饭？我们刚烫的虾就来了，没做饭。那完了，全靠我的了。可以吃饭了，来，陈老师，欢迎陈老师到来。欢迎陈老师来。陈老师，这个陈老师还亲自给我们做了这个这么好吃，好吃不好吃不好，好看的。啊，陈老师倒上。这个要拿勺㧟。这么大洋葱怎么拿勺？哎，那就专门就必须是这个味儿。来来来，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一定是这样。还有我这个，还有我心中的这个土豆丝。怎么样？能吃，就跟你说能吃。土豆丝吗？哦，这叫土豆丝啊。